等，你讲，阮这边的人付偌济钱予你？我十八甲你买转来啊！对哦，你们弹夹不够哦，等下拿弹夹给你。我忘记了，没关系啊，我带笼子跟我借两个，我跟着你就好了。因为我都用走的，其实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不是说要用走的，其实因为在这边你看得到他有没有走出去，他有没有探头，他就走到他的死角，就走嘛，都走人家的死角了。啊，他如果起来的话，你就看得到了啊，你就躲一下就好。这就是经验，对不对？不用那么累，我们用走的一样可以长打三个。歌手看到无？你敢看安尼举起枪海过，大家就惊。悠悠哉哉。要去台北玩，他们嘛都第一个要先干掉。干你去，我去先进派面来，我见着阿明，我死又死又死，阿明要进步啊！现心都打得很激动吗？还好，只是因为，你可能我太过暴力啊，大家钱拢要生活。我刚才讲，我也是死了，对面就无，就简单啊。很多都嘛是简单。啊，你看那边。好贵啊！我贵啊！你好，好话，你麻烦帮我一下。放这边啊。要不要放这边？捡了一堆蛋。那太好了。有时间装蛋吗？应该没时间装蛋。那我先装，先装起来好了。他们要在那边等吗？哦，不是绿队要过的，我们是九个人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三四五，对，九个。啊，我刚刚做到齐了。好，你们要小心被翱翔的石头剑哦。对，敢没在怕的啦。不是，他那只很远。重点是不是怕他，是他那只很远。谁的石头剑？对，被翱翔的，他这个330。对啦，那个在我敏涛军。330FPS 哦，这样没有犯规吗？可是重点是因为他的准度够。可是它是慢拉，所以还是要注意它。真的不好，我们可能还要再开。哦，怕你来哈。林哥，出力姐了，330中间。游戏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出发，开始喽！
第一次看到明哥用跑的，原来明哥会跑，原来明哥会跑，应该没了吧。什么大弹夹的？哎、欸，我这边捡，哎、欸，我捡到一个，这是谁的？哎、欸，会不会是我的？有我的吗？